到成都了，来找鹏鹏啊，这个高兴哦，这个激动哦。阿小妹，你不要走丢了哈，不能给阿小妹带丢了，对不对？不能给鹏妈带丢了。亚妈，你跟上哈。他能把我寂寞了。是谁忘了吗？你寂寞了？我看不到你俩在哪里了。你寂寞了？我刚才在楼梯上一看，那上面黑压压一片，全人。阿哥，啊，看一下我家的崽子在哪哈？进不来，要出去，要到外面才能找到。阿小妹累不累？我拉你吧。还行。马上就开乐了，你看你高兴的。天都黑了，你要搁哪里啊？出去。哎，哇，哎，乐嘞！姐姐，哎，朋友们，哎呦！你们那爷俩又长胖了啊？胖了吗？没事，没有长胖了。这两天上你家来哈，你妈妈做好吃吃的，又胖起来了。你怎么抱舅舅不抱妈妈的啊？舅舅才好。舅舅才好。哇，真壮，有力气了，见长了。光想舅舅不想妈。不想妈，你妈不想妈，想舅。这啥子崽子嘛，都不想娘亲。赶紧妈妈说你不想。好好好，母亲。我的娘。妈真亲。准备怎么招待舅舅的？我们先去吃。先吃。还有呢？吃了就睡。睡呢？睡了我们起来又去吃。就专门来吃了睡，睡了吃了。你还说舅舅胖嘞？哦，等会招待吃睡吃睡，那你就跟招待猪一样吗？哎，不能这样说哈。啊，走，坐在台阶上给舅舅好好看看。好。哎呀。我感觉哈，胖了。哎，我感觉鹏鹏是，哎呀妈嘞，这夏天，夏天在我们家的时候好像瘦了一点，瘦很多了。嗯，我天天都想你，天天都想你，想着都瘦了，看。我也好。你要弄个袄穿，那舅舅都穿好了。肯定要弄袄穿啊，过两天就整个袄穿。行，好，呀，过来坐。过来坐。你这一路过来晕不晕车啊？好啊。这整的什么啊？就是怕晕车的嘛。这什么啊？糖水。糖水。嗯，这会有酒给你娘在旁边，我胆子要大点。还有，你妈妈看你来看你哈，高兴的一路都没睡觉。你看没看呢？我就有三个多月了，没见到鹏鹏了，这下终于摸到鹏鹏的手。还是三个月前我在俺家大门楼下面摸着鹏鹏手，舅舅，我不想走，对吧？这让我终于看到鹏鹏了，舅舅啊，这次来了就不要回去了啊！我都一辈子都在四川，这边大好山清水秀，我给你打遍江山。这人又吹牛，就吹牛，不要吹牛。舅舅回家也可以随时来看你。我跟你们说好了啊，你所说的江山可能就是你家老房子前面的那一片菜地，知道吧？是那不。那是我爷爷他们打的江山，然后不是我的。我都来了到你们家十几天了，终于等到今天来看你了。我都在这边过习惯了，感觉我。那就不回了。真习惯。不会啊。亚妈，看没看呢？鹏鹏刚俺家来的时候啊，长得很胖的，脸上圆的。白白胖胖的哈。白白胖胖，跟小胖猪似的。现在你看，瘦到生成瓜子脸了。放寒假的时候啊，带上舅舅家，舅舅再给你养的胖胖的，跟你妈妈一起去。有的不？嗯，不，啊，不要再长胖，再长胖那对象没的人要我怎么办？一辈子不找对象，光棍儿。你胡说，你看嘛，舅舅这么胖，都找你亮亮那么漂亮，看没看着？还没有对象，你要长胖一点，老婆也漂亮。我没你那个厨艺的嘛，你不能学习嘛。哦，啊，对了，我看你刚才还要给舅舅打一片江山的嘛，那么朝鲜。我说没有那个厨艺，不是没有厨艺。哎，这娘俩已经听不懂对方的话了，知道。阿小妹哈，第一次坐高铁啊。来。哎。后面，因为这里哈，后面。啊，对，这里。啊，对，你这里不是有县城的吗？第一次来成都坐地铁。哇，人真多，太繁华，太热闹了，胖了。这叫春熙路，朋友们来这么说来。我今天来到春熙路啊，我带你去吃好的，逛好的。走，舅舅，行，走，走，亚妈跟上啊，小妹跟上啊。